你好，味道怎么样？嗯。皇上，你怎么来这儿？你怎么还当上服务员了？皇上，我怎么在这儿？皇上，不幸中的万幸啊，并没有伤到要害。那他为何还不醒？微臣不知啊。废物！皇后要是有事，朕让你们全都陪葬。皇上息怒啊！老刁，快来！朕真的手指动了。真的，我刚刚明明看见他的手指动了。医生说，真正被送到医院的时候，就成了植物人了，恐怕是再也醒不过来了。我们的真正实在是太病苦了。醒了，你没事吧？怎么又是娘？我怎么还在这里啊？我不是应该在医院吗？娘娘，什么院啊？你在说什么？不对，那一幕肯定不是幻觉。娘娘，你没事就好，你可吓死奴婢了。我怎么了？您听皇上挡了一刀啊，差点就伤到要害。皇上陪了你一晚上，现在上早朝的时辰才离开的呢。也就是说，我差点死了。可不是嘛，太医说你离要害就差那么一点点的距离。原来等我死了。呸呸呸，娘娘你不能再说这种话了，你以后不能再离开奴婢了。哦，好的好的，不离开不离开。哦，刺客抓住了吗？刺客他自杀了，不过现在淑妃娘娘被抓，正在受审呢。啊，不必起身。皇上，你这身子还未痊愈，你这伤口还疼不疼？你这伤虽然未伤及要害，但是也要仔细着点，要卧床休息才是。其他事呢，就吩咐那些奴婢们去做就是了。这个皇帝怎么突然态度大变，这么温柔体贴？这淑妃啊，应该不是幕后凶手，这可能是栽赃嫁祸。这事儿啊，皇后你就不要费心了，朕一定会把这事查明的。你现在的当务之急啊，就是要把这身子给好好养好才是。皇后，朕竟不知你对朕如此深情，朕真是心疼。朕一定不会辜负你的。什么神情？你胡说，我没有啊。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还有，你可不要真的对我动了情啊。我是刁真真，现在是大魏国的皇后。当我阴差阳错地替皇上挡了一刀之后，他就误以为我对他一往情深，各种开始对我赏赐珍品，企图用金钱来腐化我。我刁真真是那么容易被金钱就收买的人吗？
那宫女的身份查得怎么样了？回禀皇上，那刺客易容成淑妃娘娘身边宫女平儿的样子，而真正的平儿已经被抛尸在了一口枯井之中。这么说，淑妃是无辜的？那易容术十分精湛，若非用那特殊的药水，是取不下来的。拙劣的栽赃陷害，只不过是为了掩饰幕后凶手罢了。皇上，是否是镇南王？在皇后宫中对朕下手，目的是把嫌疑引到皇后身上。若是镇南王，他定会对皇后通气。但皇后替朕挡了一刀，所以不是他。难道是？他一向掩饰得很好，如今却有些按耐不住了。去查，一定要查得水落石出。No， 娘娘，就一口不喝，不喝，就一口，不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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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把这药喝了。苦苦。良药苦口。翠翠，去拿几颗蜜枣过来。是。皇上，你能让我自己喝吗？这一口一口跟上刑一样，我干了。朕可是第一次为人要，旁人想要还没这待遇呢。崔嫣嫣也没有吗？哎呀，你别那么小心眼嘛，我就是随便这么一说了，谁还没有一个白月光是不是？皇后，你这是在吃醋吗？还挺甜，是吗？苦中带着甜。皇帝为什么这么会撩了？就是接吻技术挺一般的，看来他跟白月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。奇怪，我在窃喜个什么？玉如意一对，夜明珠一颗，赤金松鹤长簪一只，珊瑚手串一串，云锦布十匹。娘娘，这都是皇上赏您的，您且好生收着。我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娘娘，这都是皇上赏赐给您的，皇上对你可真好。我知道了。啊，翠翠，记得把这些都收起来，能卖钱的放到另一个盒子里。奴婢知道的。娘娘，其实你的陪嫁除了金银珠宝以外，另外呀还有良田1000亩，然后京城里呢有一些宅子商铺，都是襄王妃留给你的。我的天，爷们儿，原来我是个富二代呀！那这原主到底有多想不开？既然要嫁给皇上，还得时刻面临要杀头的危险。突然好想跟皇上离婚，有钱有地有房产，还有自由的日子，不香吗？娘娘，你这身体刚好，怎么能吃这么油腻的东西呢？你不懂，这叫吃货的快乐。可是娘娘，你今天还要侍寝呢。
你干嘛？你别动。你不要这个样子嘛。你上次亲朕的那股猛劲儿呢？你搞搞清楚，明明是你先亲的我。但后来是你主动。皇上，不好了，你的心怎么不动了呢？朕的心被你停止了跳动。你是土象星座吗？土象星座？救命，这个皇帝怎么突然这么会撩了？不要再诱惑我了，我怕我扛不住啊。起开。朕还想再尝尝你的味道。我是刁真真，我现在呢是大魏国的皇后，跟皇上感情也不错，我以为我应该可以躺赢了，但或许啊，我只是做了一个长长的梦。到底是庄周梦蝶呢，还是蝶梦庄周呢？这么看，这狗皇帝还挺帅的，我果然是颜值党，竟被他的美色所迷。这睡都睡了，后边可怎么收场呢？哎呀，你手中为何会有皇城的地图？你看到了？你是为了镇南王，对吧？你是在套我的话。皇上不愧是皇上，认定我有所图之后，竟然还能与我如此亲近。亦或者，你在对臣妾使用美男计？就这么看着？难道不是吗？我画地图，你就觉得我为谋反做准备？你既然如此怀疑我，为何还要对我如此亲近？之前不提，昨晚不提，为何偏偏现在提？到底对我欲何为？朕是堂堂皇上，如何还需要套你的话？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朕问你。我想逃离皇宫，我不想做皇后，不想成为你们博弈的筹码，不想成为棋子。这个回答你满意了吗？南宫瑾，不要脸的王八蛋，赶紧去死吧！娘娘，你这不像是在剁肉，倒是像在剁人。甜甜的，吃个辣一点也不刺激，还很开胃呢。娘娘，这锅包肉又酸又甜，酥酥脆脆的，好吃，真好吃。好吃你就多吃点，怕是以后啊都吃不到了。嗯，为何？没什么，今天早上啊，我跟皇上大吵了一架。他应该是想要废了我。
启禀皇上，江南的盗匪已经全部清剿，一共擒获131人，现正在押送回京的路上。国丈，朕问你，当初指婚皇后嫁给朕，是你的意思还是皇后自己的意思？皇上为何这么问？当然是娘娘自己的意思，娘娘心悦于你，这才有了指婚之事啊。当真？当真，微臣不敢欺瞒。边疆大乱，几次扰乱我朝边境，国丈是否愿意替朕前去扫平动乱？微臣愿往。如此甚好，走之前便许你再去见见皇后娘娘。微臣谢过皇上。太后，皇上这次怕是真的被皇后迷住了。千真万确。是啊。皇上这几日都歇在何处？一直在坤宁宫。我让你找的人安排好了吗？已经安排在养心殿了，做个使唤宫女，与皇上之前一直记挂的那位有个七八分相似。这皇后性子倒是不错，人也可爱，可惜了，她不该是镇南王的女儿。从未想过会在一时狂爱上一个人，可是这段时间发生的种种是真实的还是只是一场梦？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，我到底要怎么选？